今天你一个人来啊？是啊。最近你的爸爸做生意较无闲，所以今日就跑到陪我来啊。伊无来嘛好。安怎讲？林小姐，根据这份 DNA 比对的结果，你跑到来的囡仔甲黄志良先生完全无血缘的关系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这囡仔不是黄志良的？你敢有确定你的比对无错误啊？我确定无错误。志良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私底下跟你见面，我来是为着要跟你讲个清楚，请你以后莫阁找我。林云恩啊，跟你讲遐个话，你也对我这么凶？伊讲话敢讲也无够，你拢已经要跟伊结婚啊？敢讲？你敢不是会贴啊？是无啦，啊唔过。也唔过，你敢有其他的证据证明我有跟伊做伙？伊芳，我真正对你有一点仔失望。你敢唔知影听人三分话，看人七分行为的对面？因阿安尼无证无据，敢若靠一支嘴乌白乱讲，你就甘愿相信伊，甘愿放弃对我的信任，放弃咱两人这么纯洁的感情？假使这若真正是你的选择，安尼我嘛无话通讲，我嘛无需要去做甚物解释，咱就到这为止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嘛？解释有甚物路用？就算讲你今仔去相信我，明仔载又搁来塞弄两句啊，你赶快对我无信心着？这种叠对叠的游戏我算没关系。我对感情的态度不但真严肃，嘛真认真。我所希望的是两个人诚心诚意对待对方，不是互相封闭、互相怨妒。我对感情的态度嘛是跟你同款啊。啊，不过我即摆心情足乱的，我只需要你向我解释予清楚。拜托一下嘛。好啦，我就跟他解释一遍。事实是，自从因阿入来超人工作了后，伊就一直咧倒用啊。因为一开始我无想要伤伊的自尊，所以我只是甲伊暗示，讲伊毋是我喜欢的迄款料。也毋过我毋知影伊是真正听无，还是因为伊看我对你特别好。所以心内一个条件，嘛愈来愈对我高高兴兴。伊知我有一间厝放伫遐无人住，伊就开始计较足可怜，一定爱我甲厝租。也毋过这也无算啥，上届看我是伊搬入去厝住了，伊就用种种的理由骗我钱钱买上厝税，然后才阁用伊的身躯来诱拐我。结果呢？你想结果是啥？你真正认为我这样无法度控制我家己心？你家会无安怎呢？别这样想起。袂袂，既然你已经互西龙到这款的程度啊，我绝对袂用让伊有机会再来接近我。我已经决定，我要把迄间厝收回来，然后让你住。我要让伊真清楚了解咱两人的关系，我要让伊死心。我以后别过来跟你交叉。李芳，你敢愿意搬入去住？我唔知影。安尼，你即马敢有相信我？志良，我相信你之前所讲的道理，听人三分话，看人七分的行为。你今日的解释我会当接受，所以这三分话我相信你。其他迄七分，要看你安怎做。真好，既然你即马敢若相信我三分，安尼我嘛相信你以后袂阁横塞弄你啊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做给你看。
李律师，李芳，你先等你办公，我跟李律师会有公事要讲。东伟，李芳是不是你新的目标啊？唔免管我的叔叔啊，安娜，你有啥物代志要跟我讲先？我要提一个物件去王总裁。虽然你即摆应该无关系，但不过我想你应该有兴趣先看卖。黄炳春甲黄美华结婚证书，伊明仔载要伫咧厝里办喜事，所以先叫我准备这项物件。你敢有需要一定要这么赶紧？伊即马是超过要刺激我妈妈，超过要做予伊看心。林小姐，今日你一个人来啊？是啊。最近囡仔爸爸做生意较无闲，所以今日就跑到陪我来啊。伊无来嘛好。安怎讲？林小姐。公告这份 DNA 比对的结果，伊巴肚内囡仔甲黄志良先生完全无血缘的关系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这囡仔唔是黄志良的？你敢有确定你的比对无错误啊？我确定无错误。黄炳春。安怎？你的物件嘛款好势啊，甲质量同款，要来甲我相识是无？我的物件是款好无唔对啦，也唔过我唔是来甲你相识的，我是来甲你恭喜的。恭喜啥嘿？黄明春啊，我问你咧，你明仔载就要甲黄美华结婚啊，谁人拢无通知我啊？今日早起我甲你律师去候证事务所，你连讲都无讲。都爱我哦，我迄种白痴啦，地球连迄种无相干的人出来听到这个消息啦。这根本就跟你无相干，陶会长，这件代志跟你一点啊关系都无啦。我甲美华本来就无拍算讲要邀请你来参加婚礼，所以我认为根本就无必要向你提起。你甲美华已经住做伙二十多年啊，敢那差一个形象尔。你敢真正有需要这么着急？一定爱伫咧明仔才举行婚礼？你是超过伊要让妈妈心内艰苦，超过伊要回无面子的心？哼！摕走300亿的赡养费，搁有啥物好艰苦的？搁有啥物好无面子的？我看你妈妈即摆心肝内一定是咧偷笑才对啦！偷笑的人应该是阿美华啦，我煞毋知做人眼睛毛几个啊！张哥，伊来搞我回歹势，我嫁到秘书，敢若真唔甘我走嘞。结果嘞，今仔日咯，都叫两个下骹手人来搞我示威，目的就是抢走我的红事了后，伊阁唔甘愿，阁想讲要搞我气到死嘞。阿明春啊，你若是要有这种心机阴险的查某来取代我的地位，你上好是做好心理准备啦。因为你会毁在伊的手头，而且你还阁提乔莲来做陪葬啦。乔莲已经有一部分甲你做伙陪葬啊，你即马无资格用讲别人。Thank you.